用户来了之后啊，根本不像我你这个车的这个情况，你的价格直接说在哪里预定。五天我们还是有点心动的，加个箱了，活动力度很大呀。专门赶过来看这个车，全国的网红车在这里啊，我们从江西开车来这里看车。就在定，要不要交定金？交5000块钱就可以。比以前要忙吗？忙得无了。这些车都已经被订出去了。对，现在就外面都要车，供不应求。那你们应该是很开心。那肯定开心啊！你要车卖出去才有奖金啊。More and more customers have interest to.Know our brand. We can see that we ignited the engine of the automobile consumption nationwide.